主人竟然走出去，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剑无客来了。哈？因为什么不进来？您是不是有什么代志在瞒我？伊又走了。走去哪里？看伊模样，大概是远行吧。一句话拢无对我讲就走，这那无鬼就怪了。你为什么不对上问一个清楚？用哪一个方向去了？西边。嗯。主人。怎样？你在弄什么玄机？我在思考一个问题。是时候让你去看这个世界了。讲什么？剑无极走得半，你可以好好考虑。你要我对剑无极离开？我只是说让你去看这个世界，要以随同行，跟我路看，你自己做主。所以这么突然？以前你长期新国风，后来又到番薯楼，多年来你跟在我的身边，虽然打入江湖经验盈浅，只靠番薯楼的情报了解外面，终究是坐井观天，难道究竟之大你不好奇？我竟好奇的是，帮你一个人，你会想吃饭穿衫吗？暗时敢会想点火，起床会想织棉被吗？等我回来，你是不是已经有事，变成四股温风？哎呀，你的关心令我感动，你若无想走，便留下吧。我稍作休息，即刻出发。风采这水不下。现在又离心思前，都是爱我走，现在又怪我，你到底是爱我走，一心不走？我讲过了，如果在你，那你希望我留下，一时离开？我就希望你留下，就不用亏碎了。再说，无让你去看世界，你怎地还住老的好？真正离开了，请主人，你自己保重。嗨，不过出一撮弯门，无事你情依依，也是你不打算回来了。我一定真紧回来，也不用太紧，见识够了，关了，再。回来吧，苏郎。葫芦提拔。苏郎，你该别因为天下风云被开了，你别把这团粉碎。嫌我像你咬卡，所以爱我走吧。卖多心，你知影我一向以诚待人。借老物。此件要冷清一段时节了。